我是妍妍，这会儿就给大家放一些我们去云南的一些片段，顺便给大家整理一下我们都是走的哪些路线，从四川然后都是怎样找是怎样找那个住的地方，是怎样找吃的地方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我没有什么可以隐藏，反正我有的不多，简单的生活这样会不会寂寞，在这拥挤的人海人潮，谁能比我快活。小雨，好吃吗？我小雨喜欢吃那个烤肉，吃吃了，待会儿又来一盘哈。造成一定的影响，他们在行走时咬住，有的掉到粪土中。面对这些看不到的食物，他们压得像要走向活动一下，以后希望他们回到相舍休走休息。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亚洲象的世界，一起去探寻他们。这个是王莲，八大莲，小弟都算了，来吧。哇，我们风作伴梦作马，追啊迎啊最热烈的年华。你啊借那风月海峡，一路坎坷总要去经历它。我们翻过山与晚霞，去寻无人知晓的花。你啊在黑夜别害怕，萤火月光做引路的灯塔。我们风作伴梦作马，追啊迎啊最热烈的年华。你啊借那风月海峡，一路坎坷总要去经历它。我们翻过山与晚霞。